又忘记带伞出门，这要是感冒了怎么办？体育老师说了，我这么热爱运动是不会生病的。哎，昨天淋雨果然是冻着了，都发烧了。不光是淋雨，还有跑步和冰淇淋，我都生病了，就不用去考试了吧？什么考试啊？就是课外数学班的入学考试啊。那是下个周末，你可要快点好起来，别耽误了最后的复习。啊，竟然是下周！哎呀，数学真是我的天敌呀！